时光观念特长的111年1月19号，那个嘉义站，嘉义站20:55。15分钟巴士374次哦，台东发车就南回线，三线开往台中，到底下3100系，准备转直角号。下一站刀流刀郎。哦，请张刀郎。今天要来嘉义看林铁，敬请将电子用品转至静音模式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待那么久，在中南部待。使用手机，请轻声说话。嘉义其实也不方便。Please switch any phone electronic device to silent mode and keep your voice low during the phone calls。并且将电子用品转至静音模式。嘉义最近也是高价化，但高价好公司。各位民航，你好。各位乘客，请稍等，稍等。有个支持站长，嘉义站到了。刚才自来讲到，嘉义站到。